一个人聪明不聪明，其实很多时候不是靠智商，还要靠情商以及自己的修养和应变能力。作为一个真正聪明人，我觉得他们和人接触的时候应该给人一种安心愉悦，不给人家带来压力的感觉。否则智商再高却成为他人厌恶的对象，这样的人算不上啥聪明，顶多算个聪明过头的人，是一个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人。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聪明，只是一个笑料而已。那么一个真正的聪明人究竟有哪些特征呢？听国学故事，知传统文化。大家好，欢迎订阅一季说。懂得适可而止。人们都有一种渴望展现自我、展示智慧才能的心理，这是很正常的。然而我们必须注意适度，一旦我们过于张扬，显得锋芒太露，就很容易引起他人的注意和反感，进而陷入被动的境地。特别是在面对地位较高的人时，若想赢得他们的认可和喜欢，我们就必须注意分寸，不要过分表现自己的聪明才智，否则可能给自己惹上麻烦。这就需要我们保持谦逊和智慧的平衡。历史上有许多古代名人都以谦逊的姿态赢得众人的尊重和喜爱，其中孔子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孔子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，他的智慧和见识被世人所称道，然而他并没有过分展现自己的才能，而是以谦和的态度与人交往，追求道德的自律和人际的和谐。他常说，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，意思是他不担心别人不了解他，而是担心自己不了解别人。这样的心态使得他能够与不同阶层的人沟通，取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。因此虽然他的智慧让人敬佩，但他的谦逊和平和的性格才是赢得众人敬仰的关键。过度的自大和张扬只会让人产生反感和排斥。相反，当我们保持谦虚和平和的态度时，不仅能够获得他人的喜爱和认可，也能够与他人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。通过虚心的倾听和尊重他人的观点，我们能够学到更多，成长更快，同时也能够避免陷入不必要的冲突和矛盾。总之，适度展现自我和智慧是可以的，但一定要注意度的把握。我们可以以谦虚和平和的态度与他人交流，尊重他人的意见和观点，这样可以赢得别人的尊重和喜爱。古代名人的谦虚和智慧给我们树立了榜样，我们应该从中汲取经验，发扬谦逊的品质，并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保持适度的自我展示，这样才能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，实现个人自我价值的同时，也为整个社会带来更多的和谐与进步。不要胡言乱语。一个心机深重的人，在某些情况下绝不应该展现自己的聪明才智，因为这时候的聪明需要隐藏起来，有些事情需要看透却不透露，装作看不懂。这样的时候就千万不能自作聪明的把真相说出来，否则不仅可能得罪他人，伤害他人，也会给自己带来许多麻烦。曹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作为三国时期的政治家和军事家，他聪明而且机警，在与他人的交往中，曹操常常能够准确地洞察对方的真实意图，但他并不会显露出来，而是选择以欺敌的方式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。例如当他与刘备会面谈判时，虽然知道对方内心有些顾虑，但曹操却以混淆视听的手段来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，让刘备难以识破他的心计。这样的行为让曹操在政治斗争中取得了许多胜利，并最终成为了一方的霸主。曹操这个例子告诉我们，在某些情况下，我们有必要隐藏自己的聪明才智。当我们察觉到他人有所担忧或隐忧时，我们应该学会保持沉默或装作不明白，而不是着急表达我们的观点或发号施令。通过这样的行为，我们可以维护与他人的关系和谐，并使对方感到放心。这种聪明的隐藏并不是为了欺骗他人或谋取私利，而是出于维护和谐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。通过不透露自己的真实意图，我们能够保持平和的心态，有效地解决问题，并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和矛盾。当然，我们要注意的是，聪明的隐藏并不意味着无谓的隐瞒或虚伪。我们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和自己的判断来决定何时透露，何时隐藏。在需要保护他人利益或维护集体利益时，我们应该坚守正义和道德底线，选择正确的行动，而不是因为个人聪明而伤害他人或违背伦理。丢掉小聪明。在人际交往中，我们应该以大局为重，从全局出发看待人和事，而不是沉溺小聪明。依赖小聪明的伎俩或许会在短期内带来某种得益和优势，但长久来看，他必定得不偿失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经常会遇到那些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人。
他们总是过于计较，处处斤斤计较，不肯多付出，只图一时小利。然而这种心态往往导致他们与人关系日益恶化，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障碍。从整体来看，他们所获得的微不足道的小便宜永远无法弥补所付出的巨大损失。古代名人中有一位堪称智慧典范的人物，那就是诸葛亮。作为三国时期刘备的军师，诸葛亮以其高超的智谋和卓越的才能广受赞誉。然而他并不以小聪明来应对事物，而是从大局出发，并以国家和民众的利益为重。诸葛亮明白，在面对复杂的政治局势和敌对势力时，小聪明只会招惹麻烦，因此他始终坚持着诚实正直的原则，忠诚地为刘备出谋划策。他从全局考虑，不善于图小利，而是努力为国家的长远发展着想。正是由于他的远见和大局观念，诸葛亮以智慧和高尚的品质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崇拜。诸葛亮的例子告诉我们，只有从大处着眼，以大局为重，我们才能够长久的受益。过分计较小利的行为只会限制我们的视野和潜力，使我们无法站在更高的高度思考问题。制约我们的个人发展和人际关系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经常会遇到那些以小聪明为荣的人，他们总是追求一时的小利，无视长远的发展。这些人过于计较，舍近求远，忽视了他们的行为会对自己和他人带来的负面影响。他们可能会不择手段地追求个人利益，损害他人利益。这种短视的做法最终会导致人际关系的破裂和信任的丧失。相反，聪明的人应该以大局为重，善于从全局的角度考虑问题。这意味着要注重长远利益，关注整体发展，并在人际交往中展现出诚信和正直的品质。只有从宽广的视角出发，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人的立场和需求，从而建立起持久的合作关系。慎言慎行，当面临不利或可能对自己带来伤害的情况时，我们绝不能凭一时的冲动行事，而应毫不犹豫地将自己隐藏起来，耐心等待时机的到来，并运用智慧和谨慎的思考，然后再将我们的聪明才智转化为行动。因为如果我们不慎行事，很可能会因为一时的愚蠢而失去更大的利益，一旦失去，将成为我们永世难以磨灭的悔恨。古代名人中有一位独具智谋的人物，他就是司马懿。作为曹魏时期的政治家和军事家，司马懿以其出色的才智和深思熟虑的决策而闻名。在面对危机和困境时，司马懿从不盲目行动，而是善于隐藏自己，静观时变。例如，在与蜀国的战争中，司马懿敏锐地察觉到蜀国将领姜维的进攻意图，但他没有轻举妄动，而是耐心等待时机。他利用智计和谨慎的策略，成功地坚守住了阵地，并最终取得了对蜀国的胜利。司马懿的智慧和谨慎为他赢得了众人的尊敬和赞誉。司马懿的例子告诉我们，面对困境或危机时，我们应该保持冷静，心存耐心，并运用自己的智慧来思考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，而不是盲目行动或冲动的决策。通过深思熟虑和谨慎的策略，我们可以更好地掌握时机，避免因冲动而付出昂贵的代价，隐藏自己，并从中观察时机，将智慧用于行动，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，并实现长远的目标。因此，在面对困境或可能对自己造成伤害的情形时，我们要保持冷静，隐藏自己，耐心等待时机的到来，利用智慧和谨慎的思考，制定出最佳的行动方案，在恰当的时机采取行动。只有经过谨慎思考和明智决策，我们才能避免因一时冲动而失去更大的利益，走上成功的道路。感谢您阅读、赞赏与分享本文，感恩您点点订阅。如果你对此文有何看法或建议，请积极参与留言，与大家一起分享。